已经全国三级警戒，轮回乡内公有市场人客嘛减少将近七成，尤其是卖衫裤的店家，这个月以来损失严重。业者表示，除了做好防疫卫生管理，嘛期待解除警戒，赶紧恢复正常的日子。根据人客需求，头家林秀芬真紧就将合适的内衫拣出来，在一般传统市场内底卖衫的店家。是相当挖苦人客倒小步，但是受到疫情影响，但是菜市仔的人是减少真多，亲像轮背公有市场就减少将近七成，因此对卖内衫的零售员来讲，影响就真大。会比较好一点点，比较有人潮。那今年是特别特别的热闹，是我从商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端午节这么落魄的，这么落寞的。大家真的也有意识到了，不能出来市场，真的少很多很多人。伊用伫五二节假期靠着返乡的人潮，内衫的生意通常是袂歹，但是因为防疫三级警戒的关系，今年返乡的人数是真少，加上在地民众更加是烦恼集体感染的状况，因此返店伫五二节之间，人流和平常比起来是更加少。百货业人潮非常的重要，尤其市场，你没有人潮，你就没有买气了。那你最近有出来买菜的、买肉的，好、哦、才有啊，不然你平常说出来晃晃的，没有，就是逛街的人没有了。其实现在最近你注意看，出来的人几乎都是只有实地上买东西的人，他们才会出来，没有办法啦。你看，就是希望赶快过去了，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也都在期待啊，不然这样子。这种生意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生存啊。林秀芬为民国八十年就开始在轮背公有市场卖内衫，如今已经是营业三十年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以开业以来所面对到上艰苦的一段时间，有可能连这个月店租拢是付不出来。从我开始做生意，我还没有像这样子说，竟然做到说我要付房东房租我都付不出来，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。你在这边卖多久？我从80年八月八号到现在，所以应该是30年了。面对疫情愈来愈严重的状况，除了要做好防疫卫生管理，也期待解除警戒恢复正常的日子，会当较紧来到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